由环境部甲美国环保署共同启动的台美生态学校伙伴计划，会依照校方推动生态环境教育的成效进行认证。为伫县内的调处法的确教育实验国民小学得到第四名相关应有的日期，成为台湾第三间永久日期学校之一，全校师生拢感觉相当光荣。我们吃的莲子就从这边嘛。今日调处花德福实验小学的校园内底，丰富的生态是让人感觉真舒适。本年关调处花德福教育实验国民小学推动生态和环境教育优先，那家里台美生态学校共伴，更是连续得到上高荣耀的日期四摆，成为台湾三间永久日期学校之一，会当讲是世界性的光荣。学校用十二年的时间吼，啊得到这四面的日期，全台湾即阵目前嘛是三间校尔嘛，吼北部是苗栗迄个台山，啊南部是台南的虎山嘛吼，啊中部就算咱草厝。这十几年来，当然经过足侪努力吼，啊伊两年啊做一件新招，啊每一年伊也针对学校内底环境去过观察啊检视嘛吼，啊老师就含这囡仔。发展课程，针对因发现的环境的问题，吼，啊去做迄行动的方案，这就是伊这个的精神啦，吼。日期认证总共有十二项环境议题，亲像健康生活、气候变迁以及生物多样性等等。一般日期学校干那需要推动其中三项，离婚姻观调处法德福教育实验小学，二是推动其中十项，希望透过课程和日常生活，互囡仔更加了解环境保护和影响重要。啊，学生囡仔就针对这十个路径，吼，伊去改善学校的环境问题，甲我都伫生活中吼去造成对社会外大的改变。啊，比如讲生物多样性迄个部分吼，阮是有学生囡仔因去针对学校所有吼学校即个基地所有的成分吼，伊去做调查。阮遐平常平壁拢是咧记录因伫即间校因发现到的各种的生物啦吼。即讲起来，即是生活中去培养一种观察的能力啦。学校基地的部分，阮嘛做太阳风巢嘛吼，阮富裕的是台湾的亚胖嘛。即做太阳风巢，阮嘛是对社会嘛是一种贡献。得到永久日期认证，是生态教育学校上关荣耀。期待未来婚姻馆也会有更多学校得到这个认证。记者林宏彪采访报道。